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anna， 今天要来分享赚钱的方法咯。本片感谢师傅帮七七赞助播出。哇，你们看他收了好多颗钻石哦，超多颗的，真的没有想到种花可以种成这样子耶，收了这么多颗钻石，满满满满的钻石耶，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很疗愈呢？你们来猜看看他到底收了几颗钻石呢？在底下留言，我会抽出一位幸运儿来成为我的好友哦。接下来分享给你们看他到底是怎么样做到的呢？首先是这个百合花可以拿到30元的新币，还有这个绣球花可以拿到50元的新币，还有这个玫瑰可以拿到70元的新币，再来就是最棒的这个向日葵啦，可以拿到1颗钻石，把它种好咯，展示给你们看一下吧。这一排呢都是钻石的，这一排都是新币的，这排也是新币的，你只要每天来这边种种花啊，然后时间到了来收采一下，你就有很多新币跟钻石咯。你只要每天持之以恒上来收采，你就可以成为有钱人啦。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咯，大家赶快去把你家的花盆拿出来种吧。喜欢请按赞订阅，我们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